小家伙还挺会伪装的。我第一眼看他动了一下，我就知道这是个寄居蟹，眼睛露出来了。小心一点，不要激怒他。哎，哎，这怎么？说这反应有点快啊，都没有办法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寄居蟹的样子，他就缩进去了。不过他挑这个房子还是挺有眼光的哈，这贝壳还是挺好看的。嗯，把它放回原处吧，毕竟寄居蟹的话你要养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，要每天都要换海水。这潮水最深处又发现一只水母啊，不对，应该是残片，拜拜。哎，还是挺舒服的。哇，这一块都那么大了，想想这个水母得有多大，来一刀，嘿，滑拉起来特别舒服，就跟打果冻似的，晶莹剔透。哇哇，这么长，这个品相还是不错的，好像是能可以吃，这个带回家可以做一个凉拌果冻，因为口感特别像果冻嘛， Q 弹 Q 弹的，这段时间在家没少吃，就是稍微有点咸，来洗洗。哇，天哪，透过阳光还挺好看的，就被我划了几刀，有点，哎，都讲好残忍，嗨，啊，收获满满，哎，这是龙须菜，哇，这还是很新鲜的，这种绿色的，这种绿色不能吃啊，绿色的时候还早，这个龙须菜也一并带走吧，看起来还不错。今天晚上这凉菜有点多啊，又是水母又是龙须菜，收获满满。